我拄只一开始，我歹势甲大家介绍讲，啊，咱专门伫地市上，啊，咧演的戏剧连续剧拢演了，讨客兄啦，啊，若无就苦读大家啦，拢去照的啦，啊，这属实是个本性。我讲唔是啦，我是为着要赚钱啦，那阮做这种歹查某钱较侪。你骗我坐讨客兄，啊，苦读大家就当赚钱，这种的钱较好赚较侪啦。为什么你知无？因为吼，歹人活较久啦，所以领较侪啦。啊，歹人是不是拢到上位啊？查某，你安尼意思，我叫大家，何去大家拢做歹人就对。是啦，我是讲，阮咧播电视的吼，迄歹人拢是会到上位啊，因为阮播电视算集数的，一集一集嘛。啊，坏人到最后是不是钱领的比较多？我唔是讲叫大家做歹人。那是剧情的思维啊！对啊，我嘛就无爱你讲讲安尼，人会讲我，人会误解啊！好啦，我无解到偷客呀啦！甲真啊去偷袂？是讲你老要偷对不对？咱讲坦白啦，咱拢熟识二十年对不对？对啊，你老要偷一间哦，甲拍电话甲联络的，哇，我来互你偷一个安尼啦，拢熟识。你这个呢？安怎？我这个是安怎？歹势，专门咧拍仗的种族呢，空空旅游。我吼，拢偷人，捌偷过猪呢吼。偷猪，猪袂歹，真正猪袂歹。猪安怎袂歹？猪吼含，够食够困，搁够放，搁有啥物好处？你讲。请问你会食，你会困，会放无？但是无猪只够啦，我拢正常啦。会食会放，确实福气。那表示身体健康，来，来，讲下先。好，来，你跟你请教一下，你最近有个新的作品无？最近哦，最近有在上什么购物台呀、啊？这种的哦，谈话性节目啦。哦，谈话性节目。那个什么新闻哇哇哇，最近比较常去啦。哦、新闻哇哇哇。哇哇哇哇哇哪里？哇那个哇。哇那里。哇那里啦，最近都在讲一些。八卦，八卦啦，对，都是讲八卦啦。没办法，你讲这，因为你是演员啦，啊，演员，你讲要讲叫唱歌、唱歌声，这是无可能啦。但是我拄只唱的，我感觉吼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有好听无？有唱迄个歌星唱的这么好听无？有无？会当出唱片无？可以吼，来拜托。来，你要出唱片，人集起来来。我看准备买了偌济啦，你遐较这种个，请给咱出唱片，迄公司唱片公司连名都有办。喂，你都乌白讲，不说真的啦，现在出唱片也很难赚哈，因为现在听歌都不用钱，网络上抓就有。多年嘛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大家都不会花钱嘛，节目应该不用好，但节目很多。哦，听说要做到12点呐。无啦。无吗？也好，做到十二点。今仔节目就做，还佫摸彩摸彩呢。啥物十二点都袂讲。到八点了，再去。两点了，安尼吼，两点哦。拼无走的哦，哈。我是讲人咧单位的两点较会收啦。哦，嘛是同款呐。来，刷来个。